刷一下，屁股一下哈，牺牲一下，再上去，椅子全部搬过来哈。一方面也庆祝一下这个肖翔情人节。One two. 对嘛，这样做比较好做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刚好来了十位听众，我们就叫做十全十美哈。咋没丢了？好，这个今天情人节，我喊一二三，大家讲一下情人节快乐一下，有听到了吗？有。好，一二三，情人节快乐耶！是爸爸给的，又是爸爸给的哦。拢在带领大家，来来，我们情人节带来一首新歌哈，《双子星电视》有听过吗？没有。双子星电视。来来，我们鼓励一下，能够来听《双子》。